忙碌城市人的生活，往往无法让我们享受一份营养充足的一餐。有没有想过，回家吃饭可以是优雅、简单、营养、幸福的呢？田螺云厨在这里为您新推出 AI 烹饪机器人 Cody 29，利用 CookGPT 智能系统操作，能够快速烹饪出健康、营养且美味的菜肴。它清楚了解个人的口味喜好和健康指数，重点是容易操作。我煮了爸爸最爱吃的蒸鱼。这是一台能够了解您并突破东方烹饪结合西方料理的机器人，它换来了孩子的愿意、家人的愿意，让生活幸福加分。田螺云厨 Cody 29，回家吃饭，爱与传承，感受爱的温度。